今天来组装弹珠超人 PI 系列的无敌凤凰号，也是圣诞凤凰号。当初馆长23年前买不到的机体啊，它实在是太有名了，那这版又很难买，所以23年后终于被我买到了。那这个显然是这位收藏家23年前买了之后就没拆封啊，看得出来有点年纪哈。那我们就来组装吧，回忆一下23年前梦寐以求的机体。